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您看几个非常新鲜的新商品。首先要来看的呢是日本人的发明。哎呀，你完全没有听错，这个讲话的正是这个可爱的盆栽娃娃，这是日本的玩具厂商所研发的。盆栽娃娃呢，有侦测土壤水分和阳光的感应器，只要盆栽一没水，阳光一不够，娃娃就会提醒主人，甚至呢还会撒娇的跟主人说水好喝哦，或者是请好好照顾我等等，实在是相当的可爱。那么这个盆栽娃娃呢，上个月才刚刚开卖，一个要价3700块日币，大约。